国粹精髓为您细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诊，我是黄思亮教练。今天所要为你们讲的呢，就是如果你在街上拉着包包的话，有人向你抢包包的话，你应该如何做反应。在看我们的视频之后呢，如果有想要看更多视频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功夫诊官方网站，还有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或者是我们的 QQ 讨论群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可以私底下发私信给我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放手！放手！好，今天也是由董教练来为我配合讲解。好的，所以女生在拿着你的包包的时候呢，尽量往前面放，然后尽量不要边走边按手机，尤其是在那种比较偏僻的地方、比较人少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所以说现在动作讲解，董教练如果从这边拉我的包包的话，蹦一拉，其实要注意的就是你的手要起来哦。如果万一他歹徒打你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其实可以顶得到，好不好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的手是起来的，然后踢他的当下，棒。通常他的手一弯，通常女生嘛，我们不找练拳哦，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手肘，蹦打他的太阳穴这一带，然后把你的包包拉回来的那一刹那，踢他的后腿。这个时候记得逃离现场，报警。在这边提醒大家，当歹徒在拉你的包的时候，你记得一定要喊出来。通常呢，喊的就是说松手还是放手这两个字。好，现在教你们练习方式。在家里呢，如果要练习的话呢，就是从这里哦，比这个旋踢呢是这条腿，这条要转踢当下，然后手肘。再拉回来的时候，另外一条腿踢，所以另外一条腿呢是踢这个后腿部位，所以记得逃离现场，报警。好，从这里转踢手肘，撤离现场，报警。好，通常呢这个动作呢我们会这样子，如果要单练的话，我们会从这里练一个十次。然后手肘十次，拉回来，后腿十次。然后如果你要配合一系列的，一、二、三，这个一组可以练五次。好，记得在练习的时候请注意安全，记得热身。在看我们的视频之后呢，想看更多视频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功夫诊公众平台去。那有什么东西的话，可以发私信给我。好，下一期再见。